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阿伦，来玩这个《上古巫师猫地位度》的。然后这一次我用的这个是江东小霸王那个孙策的。好，去做我们的这个任务。接下来是这个阳平关之战，然后主要目标也是打风火王，然后特殊目标什么？是七什么七敌作战成功率是要偏敌人吗？然后无损的破损大补，那个无伤的好像有点。残る妖怪の半身を探している。哎，到现在还找不回那个西王母。あいつは光線を止めるだ。あいつの願いは光線。我会帮你。妖怪を消し去っちまうなんてできるかよ。你相信，我也相信。僕は始皇帝に組してはいないようです。啊，你看那个陆逊也是打算叫那个木偶加入。僕は光線に執着している。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加入我们嘛。まず国王と光線を切り離します。凡間寺而要離那個分離那個黃泉的魔王孤立魔王殿。 OK， 趙雲要拿這個任務。呵呵，王は光線を守る。 OK， 他的他的主要任務也是保護那個黃泉。好的，然後計策這邊我就安排這邊用這一個啦，是母乳牙。装备这边主要是打人类，所以用这个生命点缀。然后技能都试一下王盾了，这应该是见过了。好的，要孤立木王，迅速歼灭敌将。现在他讲我不可以受伤，是怎么回事？是吗？好，对一个特殊任务不可以受伤的来开门，可是我觉得这不大可能。OK， 他要教训我了，我又没有酒了。我还是没有酒了吗？啊，算了，司马星。哎呦！嘿！切、okay ！我是不是受伤了？是不是刚被一魔法打到了？知道，小心一点。但我的血是没有损到的。哦，被你放了招，哦，我已经受伤了。哦，不能，那个特殊任务失败了。我们接下来第二个特殊任务就是说，欺骗敌军。先开门，先开，看打出什么。是吧？先打到。可惜他们，直接打到了。不用了，他反正没有那个特殊的那个任务。要吗？还是我的那个路线了吧？随便了，进去看看先。敌将先生又是敌将，毫无伤。好吧，我知道你。算了，你们两个人哦。杨雄，我来打你先。发动技能，呀，给你去。哦，石头机关。哦，把伤了吗？那个。嘿嘿嘿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，怎么回事？乱抢乱抢，明明打对的，关了。呀！哦，老鼠的杖打到了，那个他的宝物，超无伤，先打超无伤，还有奖励一点。后面跑成一转，还是他已经出来了，你们应该是没出来，没看到。快点打对一下我的无限缺席。被连招，哇、哦！连招是连金呢，很决心，决心加完了呀，速度什么都提高，呀，呼吸，快点，趁他的宝物没掉完，下去，你的宝物。掉了吗？掉了，再拆一个。好的，那就毁灭了你了。先打到一只，接下来就打那个杨雄。下去先。呀！哦，谁推到我了？
出出招出招的。要赢了，呀，搞定，服输了吗？在北美的话，再如以确保对，我已占领这边了，已占领的木王先生。哎，是赵云打破了，好吧，赵云真厉害。他出马了吗？试一下缠住他，好的，还在这边。直到木王先生前，巨人不能冲线。迅速出战木王，右边之手。来了，是绝世无忌，再给他打，是要打败他吗？这样，把他把他推倒，别浪费了。哦，看撤退啊 ！OK， 狙击。这边是要叫我歼灭敌人呢，还一大堆狙击。算了，先不跟你们打了，我要去做那个木王。要把他引诱到不知道什么地方，右边手是吗？打到他推过去的。拜托出手轻声点，喂，为什么虞姬被谁射到？那个岩石车，那个也是麻烦东西了。哦，跌下去了。别再推我了，你这车狗！哦，我的那个猛虎乌鸦完了，哈哈！哦，他跑，快点打他跑！下去打跑！这边的，好、哦，他打他龙岩木，又跑掉了。先做一下特殊任务。奖励拿一下就好了，拜拜，不跟你们玩了，我已经打木王无血线。 OK， 我的队员全部都被打残，中计了，就是现在火计中计了吗？伤心吗？无限觉醒击杀那个作战成功，好的，可以提升。幸好我闪开打不到我。OK， 好事情。现在为什么是破防状态？还要打到我了？好吧，下一个，看看镜头是什么时候来。偷袭，他是不了决心吗？我这没看过木王决心。下去，嘣，下一个。对，转过去，就差临门一脚，一口气攻下去。啊，还有吗？木王最后，叮叮叮叮。好的，那个星星那个就不要说。哦，我已经击破我了，现在好像不是我打的了，我队友打的吗？我这个地形怎么回事？看一看他实力。给、okay， 那个赵云来了，要说服他吗？他现在他的名字红色了，你要破除他昔日的容貌，掉下去，带个木偶掉下去。好吧，好像丢弃没有事，第一次我们不可以掉吗？啊，这个他也掉了。你们解封完了没有？我已经用其他方法解决，怎么现在还要那个？要救死勇魔，每次救死勇魔啊！我的大招，哎呀，再喝一根酒，一根酒，一定没有觉醒。哦哟，差一点没打到。我不
两奶打比，两奶打。好险，不要跑！下去，啊，这个是我要开大招啊！好吧，大招！呀呀呀！秒掉了跑！哦哟！啊，找到了！掉掉掉跑！你是龙鳞木吗？好吧。掉下去动，哈掉下去，差一点，掉下去，对，他石头，哦，不可以站在石头那边打，我等他，我等他，我防。武器够强，你的武器不够拿。要赢了，搞定！我们那个老虎的咒术，这个其实员工他那个监控小霸王老虎的，别得意忘形，就算我们赢了。哦，好的。OK， 搞定怒王，不知道能不能说服他。接下来可以用洗猪。リクソンたちは陽動に乗って単身現れた牧王を撃破。给把那个牧王跟黄金分拆了。しかし牧王は西欧ボエの。所以是说服失败的。啊，苏菲加入我。哦，太好了。好，这次就玩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